非常非常开心在这边呢跟各位报告，我是第十届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。那在今天呢是正式上任，然后也是新生报道。那这一阵子就是我老公就天天在家里叫我家栋家栋，就已经把我叫到就是我都已经觉得他很烦了。请问一些像是小 S 的艺人好友有对你表示什么或是跟你恭喜吗？小 S 在美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，他就传讯息跟我说，贾永杰我去趟美国你就变董事长了。我就说对啊，所以你什么时候要过来董事长请你吃饭？他有跟我说他要来我的办公室，他说哎，你办公室可以喝香槟吗？我说 OK 啊。会不会邀请他来一些活动站台之类的？那要跟他出价有没有合理？就想起为什么未来的愿景邀请谁？我还蛮从一而终的，我就是想邀请玄彬，我很想赶快邀请，对，但是真的还没有。外界好奇说年薪待遇的部分，这边可以透露吗？可以透露吗？年薪待遇比照公股的法人代表，连我好相处，对，是这样好相处。虽然我们才见，应该是第二次面，对，我很好相处。OK， 你是史上最好相处的一股董事长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我一定是。那你老公来刷了什么要送给你吗？我老公刷什么？我老公，看他诚意咯。他昨天很搞笑，他昨天有这样靠在我旁边说：“你要养我哦。”我就说：“好哦。”他其实不断的在跟我模拟，譬如说我今天会碰到你们要问我的问题有什么。我必须说啊，他真的是蛮想得到幕僚长这个位置，没有。但是我觉得，我都有收到他对我的。这样讲有点恶心，就是真的是蛮爱我的这样，对。对。